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诚，大家好。不学正道天师德，了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虔诚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来讲到第十一页，这个如来性品，对不对？好像想到底下了哈。第六行哦，一二三四五六，如来为度一切众生，这边吗？如来为度一切众生呢，先教导众生啊，修无我法，就是先教这个众生啊，修无我法。那么如是修已，永断呢我心，入于涅槃，为除世间呢痴妄见故，就是开始啊教导这个众生呢修无我法，就是我们的身体呀、是四大假合，身体里面呢没有我，先让我们看这个清楚说身体呀、没有我，那如是修已呢，就断掉了我。以我为主见的心，永断了这个我心，然后进入以涅槃呢，就是不生不灭，没有我心了以后啊，进入不生不灭啊，就是已经进入我们佛性本体了，不生不灭。那么为除世间呢之妄见故，因为我们有身体以后啊。对凡尘的所有一些这个知见啊都蛮强烈，认为呢就是真实的，不知道呢我们身体面对的所有这一些产生的知见啊，都是妄，都不真，都会变化。那佛呢要辞掉我们是一些在凡尘的妄见啊，都呢把它除掉，它能除掉以后啊，就可以啊进入啊涅槃，可以进入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护世世间即我，就是又呢开始世间。在算计呀、我虚妄呢非真实故，就是啊，我们凡尘的讲说我都呢虚妄，都不是真实。那修无我法清净的身故，无我法清净身呢，那个身啊，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了。就是法身。那么未修呢空故，那个就是我们的涅槃的佛性本体。那么说言之法须无有我，说呢所有万法里面啊，都没有我，万法无我，以断呢妄见故啊，说如来藏。我们断掉所有从身体产生的见解，那么这一些见解啊，都不正确，把它断除了以后啊，这个如来就讲如来藏，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含藏万事万物，我们的佛性本体啊，非常的宽广，非常的奥妙。非常的深邃，加轻了、
就是如来藏。那么比丘呢，不应身部，就是啊，修道已经进入穿袈裟的比丘呢，不应该呢产生恐怖，这个都是正确的这个观念。那么应智分别如来秘密不得不有，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之中那个秘密，就是没有公开公布要了解到这个不得不有，就是要呢有所区别，跟凡尘的有形有相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以往释迦牟尼佛那个朝代，可以说要听到呢这个佛性本体非常的难得，所以才有说只要你听到我们的佛性本体常住两个字就可以升天了就是很殊胜。那我们现在呢可以了解，都可以很透彻的知道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切众生不能亲近善知识故，就是我们一切的众生不能够呢亲近这个善知识这个善知众生根器善事回天之路这个善知识，那能够呢当这个善知识就是呢都能够透彻的了解性理心法能够明心见性能够到佛的程度它才称为这个善知识。那我们呢众生不能够亲近善知识所以这个知见的方向就不很正确。那么虽自有佛性皆不能见善知识会指点会指导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佛性每一个众生都有每一个众生呢都是佛，可是因为呢不知道没办法去了解，所以就没有办法成佛所以我就讲，所以自有佛性呢皆不能见而为贪嗔痴之所护蔽，我们被我们的那个习性贪嗔痴的这一些习惯性所覆盖蒙蔽所以我们了解每一个都有佛性因为太这个贪嗔痴太强烈因为这个贪嗔痴强烈覆盖蒙蔽我们的那个佛性故呢堕地狱畜生恶鬼就这个堕入三恶道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知道有佛性不知道我们就是佛那为了贪嗔痴那个是我们现象之中的引诱我们有现象有身体了就被引诱了，被贪嗔痴引诱，我们就贪嘞嗔痴，然后造了很多的业，就堕入了三恶道，所以都是很冤枉堕入三恶道都很冤枉。那我们呢就是要清醒，要了解贪嗔痴佛性没有，佛性没有贪嗔痴我们哦就是要研究透彻了解。各位都有拿到那个形而上位置道，因为落入文字了就可以慢慢看慢慢体会了各位前些一定要看那一部是始于道德经的这个54章道贵章贵道道贵那后学之前讲了以后道经很有心一个一个字把它写下来，然后写好以后这个寄给后学看，后学看了以后都很惊讶，我告诉你讲都很惊讶说怎么有说的这么好
然后啊，我们在讲的时候啊，我们在讲哦贵道章的时候啊，哦，因为真的哦太深入我们的法性，太深入我们佛性本体，啊，所以哦，因为哦比较我们少阐释啊这方面，啊，所以听的哦就可以说全部都听不懂，啊，因为听不懂哦，然后又不能走开嘛，哦，啊，就坐着，哦，哎，就点头了，哎，就点头，哎呀，啊，或许一直问，哦，大家都共同和了，都不回应，他，啊，当时并不了解说是在打瞌睡了，啊，是后来，哦，哎，这个前贤有讲，还有大家都拢咧困，没哪有法度甲你引，哦，就是安尼哦。所以接着哈，哦，那个在哦34片讲，35片也讲，然后啊在台北又讲一章哦，另外写的形而上位之道，形而下位之气，哦，特别又哦加强哦这方面的印象，所以各位一定要看那一哦。那一本形而上位之道，因为有书面资料可以慢慢，哦，看了以后慢慢再反复啊回来再看，哦，啊，不知道的时候啊，哦，还可以问，哦，那个真的哦很殊胜，哦，讲的对我们修道来讲啊非常重要，你透彻了解了，绝对成佛了，绝对成佛，哦，绝对没有问题。哎，所以要对自己呀，啊，产生信心，啊，要对自己的佛性啊加以认识，哦，要知道啊，我们佛性认识了以后，产生的力量很大，哦，平常我们要去求别人的哦，我们对佛性了解啊，原来是求我们的佛性就可以，我们佛性就有办法，哦，解决这一些困难，所以呢我们一定呢，哦，要深入研究，哦啊，研究以后，啊，对自己的佛性，啊，可以说有把握，哦，完全都是在，哦，讲形而上位之道，哦，形象的上面，啊，没有形没有相，没有形象，没有形象，那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哦，各位就可以看我们的佛性本体竟然这么宽广，哦，没有形象就是佛性本体，它不会变化，也不生也不灭，哦啊，也不会饿啦，哦啊，也不会苦，哎，很逍遥的，那我们了解了以后，哎，我们可以，哦，只要你有困难就要求佛性，要求我们，啊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他就帮你解决很多事啊，哦，他帮你解决，像我们比较，哦，古，哦，这个古代一点，不要说很古了，几十年前，啊，我们那个时候，啊哦，就是很，啊，这个整个社会，啊，冲晒着棒壶，哦，啊，哦，就是你不顺他的意，啊，他就用那个壶令来害人，有没有？所以哈，哦，佛学教各位，只要说你用棒壶啊，我们要知道哦，棒壶外功力哈，哦，它不过是这一生所学的。我们佛性的功力啊，有几亿万年，它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啊，你拿火人棒壶啊，第一个先集中精神，你拿行分散，壶啊才有作用啊。哦，你的神分散的那个福啊会作弄，你集中精神的，集中精神就是道，集中精神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这个时候啊，它可以拼除所有，不管你再怎么强的福啊，都给它拼除掉，哦，这个都没够看了，我们在过来一万年的椰子，哦，几十年而已，哦，迄有啊拢无效，所以第一点，你家己爱心定，
第二点，神唔通散，神呐、啊，我们的精神不要分散。你分散吼、哦，福啊叫作用啊。你不要分散吼、哦，嘿福啊拢拍袂入来。哦，各位先生，因为我们人吼、哦，有时候真的很恶劣啊。人哪里真吼有名真风光，啊得吼、哦、嫉妒啦，啊嫉妒个安那呢，放福啊。所以、哦、各位天贤，我们老千很多人弄个棒壶啊，你知道吗？可是老千有没有影响？老千不受影响，为什么？因为笃定，因为专一，所以、哦、你搁安那棒，搁安那强拢无效。哦，哥一定要了解到，哦，你看为什么要棒壶啊？嫉妒嘛。哦，你遐有名，搁遐你遐风光，哦，啊就嫉妒，哎，啊就不敢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当我们假如说有一些，哦，已经不很精彩的哦一些事啊，我们会感受，那个是已经哦佛性在告诉我们，有人要害你，哦，你感到啊。哦，有一挂恶啊，哦，有一挂呢，哦，奇奇怪怪，哦，那个时候啊，你就要知觉，这个有人要害你了，哦，那有人要害你，你第一个心先定下来，哦，第二个绝对不要胡思乱想，一定哦，心念要专一，你心念专一了，哦，就是道的本体。道的本体啊是最强的，那个几亿万年啊，哦，那个功力啊，谁有办法去害？谁有办法去哦伤害到他？不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到，只有你自己啊才可以救。那个棒壶啊，哦，你别个叫像一棒，还愈来愈复杂啊，啊，愈来愈多哦，愈来愈黑暗啊。所以一定要自己救。哦，先笃定，哦，从自己的佛性本身来救，啊，就有办法，哦，所以哦，一定要拟定作战计划，哦，不能够神分散，哦，不能够分心，不能够胡思乱想，这个也就促成你修道，哦，所以啊，危机啊，就是转机，有人讲，有人给你放福啊，都是要行转的。要让你认真修道、哦、那绝对你会成就了、啊、你不可以去走那个福啊的、哦、功力，它只不过几十年、啊哦、我们佛性有、哦、千千万亿年、哦、绝对可以胜它的，但是一定要先自己、哦、有定，自己有信心、哦、你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哦、就会被打败哦、所以这个呢、哦、我们一定、哦、要了解到、哦、完成事啊，有的真的是、哦啊、这个叫摇头了、哦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也知道怎么会这样就好了、哦啊、是怎么会这样呢，大部分呢都是嫉妒、哦、爱不到我怎么会啦、哦女孩子生得漂亮啊，吼，啊，想要爱爱袂到啊，吼，我那会放无啊。所以你看，凡尘哦，无奇不有，哦，他一定要笃定啦，笃定呢，哦，你就哦不会被那个无啊害，哦，啊，你们心没有笃定哦，你要看那个戆西啦，哦，啊，你心若笃定哦，你就是主，哦，伊无你的法度。哦、一定要了解心、哦、心先定乱、哦、然后、啊、时时刻刻、啊、集中精神、哦、然后精神集中、啊、力量就集中、哦啊、他就没办法了、哦、这个一定要自己、啊哦、救自己、哦啊、也帮助你要努力修道，因为你精神集中了、哦、那个道、啊哦、就进步得很快，哦，功效就很大。那。
那因心起啊，种种恶言哦，受人身五官不全。哎，这个哦，佛就讲，因为我们的心呐、啊，哦，起种种的哦，那一种恶言，哦，就是不正确的，哦，不好的，哎，那一种哦事情。那我们心起了这一些哦不好的事情，我们在凡尘社会啊，哦，就可以看很多人，他起心动念啊，全部都是恶，那这个呢就叫恶言，哎，他呢哦心起恶言，然后他接受啊哦我们人的身体呀、啊、哦会五官不全，哎，所以我们了解啊那个因呐、啊，就是心不好，然后呢哦呈现在身体的哦就已经啊不健全了，那么以二十五有。哦，受之果报，哦，在二十五有，各位都还有印象吗？二十五有，哦，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就是三界，哦，欲界呢，哦，有十四有，哦，然后色界啊，哦，有七有，无色界呢，有四有，加起来二十五，哦，啊，有就是有因有果，那我们修道啊。就是要超出因果，没有因没有果、哦、所以我们、哦、要努力、哦、把自己修正、啊哦、进入无因无果、哦、就不用受苦了啦、哎、那我们现在、啊、在凡尘都有因、啊、有果，所以二十五有、哦、都还记得吗？要不要再说一次？好，可能有时候呢都还、哦、不太了解了、哦、这个欲界、哦、有六欲天、哦、这个天道有四大部洲人道、哦、六欲天四大部洲就十个了、哦、然后有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四个就十四个、哦、十四个有，那六欲天呢、哦、我们就讲天道、哦、最低啊，四天王天，然后第二个忉利天就是呢三十三天呐、啊，三十三天叫忉利天，然后再上去啊夜摩天，再上去多帅天、哦、再上去呢哦热变化天，再上去啊他化自在天哦六欲天六个，哎啊我们了解说哦他化自在天最高。那摩西所罗、哦、摩西所罗天、啊、就是、哦、魔王波旬他住的、哦、就是他化自在天、哦、管辖，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很容易着魔、哦、因为他住在那么、哦、殊胜的六欲天、哦、那个上管的那个所在、哦、然后我们底下、哦、很容易、啊、就着魔了哦、你看我们凡尘啊、哦、很快啊都着魔，尤其啊我们现在、哦、科技发达、哦、那个智慧型的手机啊、哎、真的是发达的、哦哦、进步啊非常快，都、哦、让你都很你光要学会应用啊、哦、就要很有智慧了、哎啊、所以啊、哦、我们都哦、很愿意啦当魔祖魔孙、哦、因为你用了、哦、很少说你能够当家做主，都被那个智慧型手机、啊、扭转过来变成当真、哦、变成他当主人啦，你被他利用、哦、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什么现象之下我们佛性就是主人哦、一定呢要主人当家，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要给我们用、哦、我们要当家、哦、不能、啊、把它扭转过来、我们变成、哦、奴隶了、哦、早跟他奴才安的梦、所以一定要知道、哦、凡尘、啊、所有一切一定呢、哦、我们佛性当家，佛性当家我们、哦、记得我们就是佛、
哦，那所以没有成佛，是被我们自己的知见呐、啊，哦，这个陷害，我们的知见不正确了、啊。只要是知见正确啊，走入佛知佛见，都成佛了，一定都成佛。哎，所以啊，我们在凡尘哦，很多呢不正确的念头啊，一定要去掉。哦，负面的哦都不要去接受。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因为啊种种的恶缘，所以啊五官不全。哦，然后在啊二十五有里面啊，哦受之这个果报，哎，就呢哦受苦都免不了。哦，那我们人道里面啊有四大步骤，哦，各位都知道吗？四大步骤：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啊，所以哦，我们知道说北俱泸州的哦人民寿命啊，平均是一千岁。哦，那我们哦这个南赡部洲啊，哦我们人民最夭寿了，哦不满百一百岁尔啦。哦，你在东胜神州哦，它还有五百岁，西牛贺州还有250，哦，就只有我们最少，哦，然后在北俱泸州啊，有1000岁，哦，这个是施以人道，哦，啊，加起来，哦，六翼天歌四大部洲就10个，然后再来呢，就是欧修罗，欧修罗呢，欧修罗道啊，哎，它就是，哦，这个好战斗了。哎，啊，在每一个哦里面都有，不管是天道、人道，哦，不管是在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全部都有欧修罗。那我们以往都把欧修罗道列入三善道，哦，可是哦佛在讲经说法，都把欧修罗道列入恶道，所以就变成四恶趣，哦，四个恶道。哎，就是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跟欧修罗道，哦，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稍微要有哦那个印象，哦，知道说佛讲欧修罗是列入恶道，我们凡人哦人在讲欧修罗是列入善道，哦，好的，哦啊这个呢啊加起来哦，在欲界啊就有14个。那在色界的话呢，色界啊是我们修哦，修道以后有成就哦，初禅哦就已经离开欲界了哦，初禅，然后哦那个哦在印度的修道啊，他们就追求大梵天呐、啊，他说大梵天呐、啊、就是人类的祖先呐、啊。哦，所以他们追求大梵天，也列入哦有哦那个色界的哦有哦初禅、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这个都是我们人修，修到四禅的时候哦，就不用呼吸，也不用吃饭，哦那个已经到四禅，哦然后再上去呀、啊、哦就是啊五境居天。哎，就是已经成就阿罗汉，啊，他不愿意啊，再往前哦，往菩萨的道路走，所以他就停留在五境居天，然后啊，在一个无想天哦，就有7个色界啊，有7个哦，然后无色界呢，空无边哦，处天，然后事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有4个哦，啊就哦加起来总共25有，都是有因有果啦，所以我们超出三界哦，已经呢回归到本位，哎，我们的本际啊，所以啊哦这个都是因为啊哦贪嗔痴护心哦。啊，覆盖啊，哦，我们的心，哦，不知啊佛性，哦，所以各位浅显，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不哦本体呀、啊，就已经很超越了，哦，我们呢看这个佛所讲的
哦，那在二十五有受之果果报呢，他们呢、啊、不知道，不知道呢这个佛性，哦，不认识啊如来哦微密的宝藏，哦，那我们哦就是要认识啊哦如来微密的宝藏，哦，微妙秘密哦那个宝哦。哎，藏了很多的宝，哎，所以只要我们认识啊，哦，我们佛性本体，我们就呢能够把我们的宝哈、哦、都拿出来用，哦，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哦，因为在凡尘啊，会很多哦，这个，哎，我们哦谈话这五细沙啦，哦啊几米啦。就是很多哈、哦、一些啊，安尼有诶无诶吼，各个顶诶代志啊，很多很多，嘿，有的时候有吼、哦、几千年的道行啊，啊来咧危害人间，哦，然后啊被他哦这个控制了以后啊，嘿，就逃脱不了。我讲吼、哦，你家己救家己啦，哦，因为哦他朝拜的。哦，那个对象哦，错误了，哦，供拜大蟒蛇啊，是我们哦那个哦护法里面的哈、哦，哎，那个最后一个啊，哦那个大蟒蛇，他有八千年的道行啦，我讲哦，你得爱家己，才有法度救你家己啦，你伫个咱哦，安尼整个。哦、我们台湾、啊、你到哪个寺庙哪个地方去找，没有人有办法帮助你，就只有你自己啦，他才八千年而已啊，你都几亿万年了啊、哦、你的道行干嘛比他少他多啦、啊、你都要自己救你自己啦，哦，这样呢一下子我们台湾专线一下子找看哪里那么厉害，他就去找、啊、就去拜托，拢无人有法度，讲唯有你才有办法救你自己，哦，所以啊，我们知道说凡尘事很多哦，都哎这个不可思议啊，哎，我们佛性有不可思议哦，凡尘的怪事也很多不可思议啊，哎啊，所以哦，我们就是要哦以不变来应万变，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它不会变，来应哦护啊，所有凡尘的万事万物会变的，哦啊，这一些哦，它只要危害到我们佛性啊，一定要先笃定，哦，对自己的佛性啊要有信心，啊，这样的话你才有办法救你自己，哦，那个啊，别人没办法了，哦，一定要自己，哦，啊，唯一的哦就是要。哦，专一，你专一的哦，哦，不管对方再怎么强，他都攻打不进来。哦，你专一了，各位前贤，我们可不可以攻打虚空？可不可以？咱那个虚空小怕好不好？好不好？不能怕赢伊啦，对不对？一点点底下，吼你吼看安那步吼，伊都吼拢无影响，这样了解吗？哎，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就是整个虚空，哦，啊，你要跟虚空要来对待哦，他都没办法了，哎，那个虚空一定胜利的，哎，所以我们佛性本体啊，一定胜利的。可是佛性他不会跟人家搏斗了，伊都点点的啊。一点点你就无法度啊了，这样了解吗？哎，你越有作为哈、哦，你就受伤害越大了。啊，你拢卖哦有所作为，只要你专一，你专一了就好。哦，你亿万年的功力啊来对付，绝对胜了。哎，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哦哦如来微密的宝藏。哎，咱有哦。有些安尼真宝贵的物件啦，哦，这个哦微密宝藏，哎，我们知道，
然后修学啊，哦，无我，哦，虽说有我，亦复不知啊，我是真性，哦，所以啊，我们修学啊，哦，无我，我们就是了解到，哦，有形有相的我啊，都短暂了，嘿，那拢真短啦，念的都无去啊，哦，所以啊，佛学都讲哦，在100年以后，我们没有人在了。100年以后啊，咱相个地嘞，讲活个百几岁嘛，无去啊吼。起码拢吼过了十岁啊，吼起码那40过100年84岁，咱还个地嘞无？啊，无地嘞啊啦，啊去多位啊？咱去多位啊？有准备要去多位无？啊，唔知呀，吼、哦，要去多位啊？唔知呀。所以吼、哦，宁可啊生前枉死路，莫待啊死时后悔迟。哦，咱得爱在生时阵预防，然后咱已经死啊要行的路。哦，唔通讲听后一口气伫咧喘袂起来啊，我无路通行，要安那？袂赴啊哦，哦，所以爱真笃定啦。哦，我们要了解到，当我们了解到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哦，已经呢在形而上的道，那个时候啊，你就笃定了啦，你就唔惊讲哦，后日一口气哦，无来无路，不会。所以啊，你现在一定要看啊，形而上位之道，你才知影讲后日我要到，哦。就会很笃定了，在生的时候啊，你就很笃定。哦，死的时候当然没问题呀、啊。哦，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哦，知道。哦，所以啊，我们这个哦，以往都一直在研究啊。哦，那个一个皇帝啊，不是在讲嘛？哦，有没有？各位会不会讲得出来？都忘了、哦、有没有记得？都没有人记得，没太人家这人，青菜毛一个记得。这个还是留着哦，卖讲哦，开下咱的开下去想，我们就想那个哦，一个皇帝啊，就讲说哦，我生唔知为倒来，哦啊，我死唔知要为倒去，啊，我今麦才82年吼，哦，转眼朦胧，哦，又过未去哩呀，哦，有没有？对啦，啊，稍微知影就好，哦，啊，卖讲完全了解。教吼会留在心上，完全了解的无呀，哦就忘了，所以啊，这个呢，跟呢佛在哦跟那个舍利佛对哦对谈的哦那个是哦有点相关呐、啊。说我们来的时候，生的时候啊从哪里来，然后我们死的时候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啊很少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哦，都没有研究了，哦啊，所以都不知道，哦，不知道说到底我们呢生从哪里来，然后死呢又到哪里去？好像啊，有一段呢，那个跟舍利弗在对谈，说哦有千年的暗示啊，哦那个暗示已经有1000年，啊他哦不愿意啊，哦就是迁走了，拢要安尼就好了。那个舍利弗导师哦，
蛮有智慧，他说不行，只要光明来他不走不行，还是要走。然后佛又接着问他一句，那他去哪里？千年暗示啊，被光明打败了，他已经走开了，那他去哪里？各位浅显，那个千年的暗去哪里？所以哦，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哦，都有白天黑夜啦，哦，当现在白天的时候啊，黑夜已经哦牵走了啦，哦啊，当晚上的时候啊，白天又牵走了，啊，他们牵去哪里？啊，很有意思哦，结果哦，没来也没去啦。就像个广钦老和尚领悟啦，无来啊无去，无代志。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哦，光明的时候啊，吼，你是啊，咱这吼拢你是啊。暗时的时阵吼，咱的你是啊，我那伫这个暗的这个内底，吼啊，当呢这个吼，整个变化的时候啊，它两个呢都重叠。哦，像呢我们哦研究那个哦六祖坛经啊，那个神会哦，就是小孩子就会修道了，然后哦去见六祖。六祖说：“哦，这个远来艰辛呐，讲你这样来哦，真艰苦了哦。”啊，神会竟然哦耍小聪明呐、啊。就问哦，这个哦六祖啊，说伊咧做啥嘛？啊，有看到佛性无啦？哦，然后六祖啊，听他这样问哦，就拿那个拐杖哦去打那个哦神会。哦，他说我打你呀、啊，是痛不痛？你管我看不见看哦，看不看见佛性啊？我现在这个最哦切实的让你的身体感受痛不痛？他说哦，你问我见不见呐、啊？哈、哦，看不看到佛性呐、啊？是两边呐、啊。哦，啊，我打你痛不痛哦？是生灭啦、啊。啊，你只要说也哦，看见也不看见，也痛也不痛，那你就是凡夫了。那我们哦，修道者啊。就是要进入哦中道，啊，所以啊，我们从六祖哦教那个神会里面的这个道理呀、啊，哦，我们就哦可以了解到哦，我们真的就在中道，哦，这个见呐、啊，哦，看见呐、啊，谁看见？是我们佛性嘛，对不对？啊，谁不看见？也是佛性嘛。啊、所以、哦、见、啊、不见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啊、我们追的是佛性本体，是不是在中间、哦、见也是佛性发挥，不见也是佛性发挥，对不对？嘿、啊、所以、啊、我们没有两边，我们在佛性本体，有没有？嘿，这样、哦、就了解说六祖在教神会、哦、在改稿公吼，你见不见是两边，啊，现在我们在中道，哦，见也是佛性啊，不见也是佛性，哎啊，所以啊，我们已经呢在中道，没有两边，然后痛啊，谁痛？哎，阿德利的佛性怎样的痛啊？吼，啊，谁不痛？也是佛性呐、啊，吼，你看嘛，是不是啊？痛不痛？哦，这个生灭。啊、生灭啊，全部都是在佛性啊，啊所以啊，痛不痛，佛性的功能作用。啊，你在佛性的本体呀、啊，哦，它痛不痛都从佛性本体生发。啊，你哦能够抓住本体，那个生灭的哦，让它功能作用自然去发挥。啊，只要你已经在中道，哦，有没有？所以啊，哦，六祖教哦那个神会啊，就是要他了解哦，说啊，哦，你走路功能作用啊，它就有两边啦，走路功能作用就有生灭啦，啊，你在本体之中
没有，哦，没有两边，也没有生灭。哎啊，所以领悟啊，这样叫领悟了。各位领悟了没？加简单的不？对呀、啊，本来就很简单，只要你肯用心的话，哦，都不困难了、啊。哎呀、啊，刚好一点关。哎，公婆唔得三个字呀、啊。对呀、啊，刚好、哦、或者把整个都解开以后，你讲啊，我要简单。哦，不困难啊，拢简单。可是哦，不要讲解的话，你光看文字啊，请问什么时候领悟？爱啦，爱啦，啊，淡一句啊，哦，等一段时间啊，就会领悟了。啊，所以哦，我们了解说，哦，认识啊，哦，如来微密的宝藏，哦，然后啊，修学无我。哦，不要在身体的我努力啦，就是在没有身体的我，哎，迄、那个宝藏哦，来得努力哦，啊，各位拢个提出来用啊，哎，各位会吗？把如来宝藏啊，吼、哦，拿出来用，哦，会不会？哎，就是啊，没有形象的啊，哦，你看，然后当我们吼、哦、生发解决问题的智慧。那个时候啊，智慧有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啊，那个是不是微密宝藏？哦，那个就是如来微密宝藏，哎呀，我们都可以用哦，只要我们肯努力。那么虽说有我哦，亦复不知啊，我是真性哦。我们凡人啊，哦，虽然说有老挂了，有挂哦，啊，唔知影讲哦。挂迄个哦，真相哦，我的那个真性所在。若尽烦恼，乃得正知啊，如来哦密藏。哎，假如说我们哈、哦、烦恼都尽了，哦都没有烦恼。各位浅显，现在还有没有烦恼？生活之中啊，有没有烦恼？从哪里来？佛性啊，没有形哦，没有相，怎么会生烦恼呢？哦，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太聪明了啦。哦，我们哦，本来佛性啊都没有烦恼，可是啊，我们都生出很多烦恼。哦，这个呢，就是要了解到哦，使我们住相。住在形象，烦恼才产生。假如说我们呢，哦，都不住相，烦恼呢就没有。哎，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啊，尽了没有了，哦，若尽烦恼，哦，已经没有烦恼，乃得正知啊，如来密，哦，秘密的宝藏，哦，如来秘密的，哦，那个藏。哦，藏宝，哎，所以啊，哦，烦恼都没有了，哦，了解到说，哦，这个烦恼啊，是我们住相以后才产生的，只要形象我们都不住了，哦，烦恼就没有，哎，所以当我们烦恼的时候啊，我们要追根究底，我这个烦恼从哪里来？哦，啊，追到根底的时候。啊，原来都被形象引诱，哦，形象不要了，烦恼就没有，哦，所以啊，只要我们都不住相，烦恼就没有，烦恼没有呢，就正知，哦，就是已经修正知道我们如来的秘密宝藏，哦，所以啊，我们要自己这个事要自己努力的，哦，阿佛就讲比喻了，哦。如雪山呢，有一味药、哦、名字叫做乐味、哦、很快乐的味道。那么其味啊，哦，极香甜，哦，凡人呢，福薄不能得，哦，我们凡人的福啊不够，哦，得不到呢这个乐味。那么富有哦，这个圣王哦，吃现一世啊，
以福因缘积德是要真正之位，所以有那个圣王出现在凡尘。各位浅显，圣王是谁？圣王是谁？对了，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啦。佛性本体就是圣王。然后圣王出来，有这个圣王的时候，他就能够呢，福音也，因为我们那个佛性啊，有亿万年，亿万年之中哎，他的福啊非常大，以福的因缘啊，积德啊。那个雪山的乐位，那个真正之位。那无名众生啊，为之烦恼，从您守护。我们无名，我们众生呢都无名。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众生无名啊，可以说都已经呢蛮这个跟得很紧呐、啊，无明跟着我们众生啊，跟得很紧。当我们这个不很清醒的时候啊，无明就跟了。那因为啊，我们无明跟着，啊烦恼啊，就在无明之中。无明就是烦恼，烦恼就是无明。这个烦恼丛林。个不是那树不是一丛而已啦，是这样过来这个百千这个树木过来这样百丛一千丛的这些丛林这些烦恼有够多啦，它给我们覆盖，给我们看条条不能得见啦，如来秘密啊，上真之位。所以我们就是要真正的得到我们这个形而上未知道的道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是如来秘密宝藏上真之位。那么佛性凶猛难可毁坏，我们的佛性、非常的凶猛、不可能说把它呢、毁坏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这个是形容啦，它没有形象、你怎么样去毁坏也毁坏不了它。是故、无有能杀害者、没有人、能够杀害我们佛性、我们的身体现象、可以被人杀害，可是、佛性、没有人能够杀害。若有杀者、则断佛性，假如说、有法度给他抬，这样就佛性断掉了。如是佛性、终不可断、结果我们的佛性、因为无形无相，所以啊，没办法去把它斩断。性若可断啊，无有是处我们的佛性，假如说可以斩断的话那无一块丢啦是绝对没办法的事。那么如我性者啊，即是如来秘密之藏，如是秘藏，一切无能毁坏烧灭虽不可坏啊。然不可见虽然讲哦，无阿多个破坏，但是哦，嫌看嘛，无阿多看到若得成就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乃正知啊已是因缘无能杀者假如说能够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个呢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而乃正知就可以啊正悟之道，以是因缘无能杀者，就是没有可以杀这个佛性者。那底下呢加是听佛这样说呢
哦，就问哦，迦叶白佛言：若无杀者，应当无有不善之业。哦，这个哦问的角度啊，哦完全跟佛的讲的完全都不同。一共哦，假如说没有人可以杀佛性啊，那这个佛性应当没有不善之业啦。哦，这个逻辑呀，哦那个迦叶的逻辑呀，哦有一点那呢，哦不很顺畅啊，哎。说哦，没有办法去杀害佛性，那佛性应该啊没有不善之业，哦，各位知道这个关键吗？知不知道？哦，迦叶这样问哦，因为哦迦叶往后要接第一代西方祖师啦，所以他一定呢哦，虽然问题不是很正的哦逻辑，可是呢他要问，问了以后啊，假如说有。哦，那个弟子啊，哦，问起这方面啊，他才会回答。哎啊，所以就讲说，既然哦没有办法杀害佛性，那佛性应该呢都没有哦那个不善，就是恶业啦，应当都不会做坏。这个哦，我们假如说用哦凡尘的哦这个事情啊。一个很乖巧的孩子，各位浅显，应该他不会做坏，对不对？可是他长大了以后，他连续杀了很多人，连得起来吗？我们跟一个很乖的孩子啊，哦，连在后面啊，杀很多人，连得起来吗？是不是逻辑不通？对不对？他有没有这一种事？哦，所以这个呢，哦，就可以啊。我们呢，从社会现实啊来回答迦叶所问的问题。他的问题啊，说我们佛性啊都不可能去把他杀害，那应该不会有坏事啊。这个是想得美了，哦，想象的啦，用想象的，讲伊应该就是拢爱好啦。啊，这个应该弄爱喝哦，各位浅显，固不固定？哦，真的是不固定。所以我们要了解哦，在这个哦法里面啊，无定法，没有一定啦、啊。哎，串串迄个上乖的囡仔哦，还拢做一寡上歹的代志，啊，拍拍啊，囝拢咧起白啦，有没有？这个小时候那个孩子、哦、真的很坏哦，后尾拢歪嘴，拢做坏事。你看刚好、哦、年岁大了以后啊，嘿，遐乖囝吼拢走啊无乖人，遐歹歹囝吼拢咧饲死大人，有没有？哦，就是这一种现象很多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哦，都不能够吼、哦、一成不变的来论定。嘿，不是讲哦，一些人乖，大人的乖。哦，善人派短的派，哦，都不一定呐、啊。他也是有秉性很好的，哦，他怎么样受人家欺负哦，他都是哦很善意的对待人家，哦，有都有这样的啦。可是变成哦比较哦那个特殊的哦这个例子，哦，没有说很普遍。那我们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变化很大。哦，这个变化呢都很大，啊，所以啊，迦叶呢就这样问，说呢，假如说佛性哦无杀者，不要多改台啊，安尼应该哦以用真仙，无迄个哦恶的。然后佛告呢迦叶，实有杀者，哦，伊讲实在哦有啦，有台啦，哦，然后就讲原因，何以故啊？众生佛性啊，住五蕴中。哦，咱的众生的佛性啊，住伫迄个五蕴内底，色、受、想、行、识啊，哦，住伫迄五蕴内底。若坏五蕴呢，名曰杀生。哦，你那个伊的五蕴破坏哦，安的时候就杀生啦，哦，杀生。可是啊，这个是杀生，不是杀佛性。哦，
肉有杀生呢，即哦堕恶趣呀、啊，哦杀生呢就进入三恶道。以业因缘而有二十五有差别之相，流转生死。哎，所以以业的因缘，然后就有二十五有，哎，就是哦三界呀、啊，哦这个二十五有哦这一种差别之相，哦流转生死。一直啊，哦，六道轮回，生生死死，非圣之人呐、啊，哦，恒寂呀、啊，以我，哎，所以啊，哦，非圣之人，哎，就是哦，凡人，普通人，哦，非圣之人，哦，就是恒寂呀、啊，哎，本来不是我，但是恒寂以我，哦，就是啊，说这个是我，大小之相哎。种种哦，妄生异想哦，这一些大象小象哦，种种啊，妄生异想，妄想之相无有真实，哎，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都是这样哦，都是呢啊，大小之相啊，哎，都种种妄生异想，然后妄想之相啊，哦，无有真实，拢假啦，无迄个真实的。那么出世我相，哦，名为佛性，哦，出世已经离开，哦，这个世间，哦，那个我，哎，才是佛性。如是即我，是名最善，哦，所以啊，这个即我就是佛性啊，那个才是最善，哦。所以我们从哦那个迦叶问跟佛回答。各位有没有看出他的窍妙？有没有？佛的回答、哦、有时候真的都没有正面呐、啊。哎，爱公、哦、佛性的台为戏呀，啊，伊应该拢无恶。啊，各位看看佛的回答，佛性有没有恶？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哦，那个佛的回答，哦，没有，佛性没有恶，可是因为啊，我们哈、哦、凡尘有杀生，那个是以恶，啊，那个恶、啊、就是我们的现象，啊，现象之中不是佛性，哦，所以佛这个回答哦，各位再看一看，你会哦看出他的窍妙，看出哦佛回答的哎那一种哦哎他不正面的说。可是你要从哦哦背面反面呐、啊、哦来了解佛的意思哦，佛没有正面讲哦，没有说哦这个我们佛性一定生出来就是善，没有那样，只说呢佛性呐、啊、哦是杀不了的，你杀不死哦杀不死佛性呐、啊，佛性台北系一波烟波香，你别按那台哦，就是那个意思。譬如有人、哦、善知福常、哦、汲取、哦、力觉绝地直下磐石沙砾、啊、直垢无难，唯至金刚不能穿彻，服金刚者所有刀斧、啊、不能破坏。所以、哦、佛又借着这个比喻、啊哦、来说我们的佛性、哦、他没有办法、哦、加以杀害哦，他用啊，哦，这个凡尘的现象，哦来说，说譬如有人呢善知福藏，哎，就是有人他已经知道啊，哦那个宝藏，哦藏在什么地方，哦然后啊他就取工具呀、啊，哦那个力觉绝地之下，好、哦、一直挖挖那个宝藏哦，哎直接就挖哦那个宝藏的地方。然后磐石沙砾呀、啊，直垢无碍，哦，那个、啊、工具呀、啊，哦，这个很利，可以呀、啊，哦，这个啊石头沙砾呀、啊，哦，都可以啊拼除掉，哦，都可以通过，哦，直接呢，哦，到达那个宝藏的地方。那么唯至金刚啊，不能穿彻，一直啊到达金刚，哦，金中之刚。就是我们那个佛性、哦、本体的不能穿彻、啊哦、就是、啊、不受破坏、哎、
哎，这个又在回答哦，那个佛性啊，哦，没有办法这个杀的，哎，那一种意识，哦，就呢，佛就讲，无金刚者啊，所有刀斧不能破坏，哦，不管你用什么力的，哦，那个工具啊，都不能去破坏金刚。那么善男子，佛众生佛性啊，亦复如是。我们众生的佛性哦，也是这个样子。一切论者啊，哦，天魔波旬啊，即知人天手不能坏。哦，我们所有一切啊，哦，不管你用什么语言文字啊，哦，那个论啊，就是语言文字，以及啊，天魔波旬，哦，即哦人哦天手不能坏。哎，全部啊都哦不能破坏呢，我们这个佛性五阴之相啊，哦即是起咒，哦这个五阴啊色受想行识，哦就是我们的身体啊五阴，那么五阴之相呢，哦即是起咒，哎就是有为啦，哦就是我们有所作为，那么起咒之相啊。犹如砂石啊，可穿可坏。哦，佛性真我啊，哦，必如金刚，不可毁坏。哦，以是义故啊，坏五阴者，名为杀生。哦，它是杀生啊，不是杀佛性啊。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佛就讲到身体啦。哦，身体是五阴之相。哦，他呢？哦，有为哦，起咒哦，就是啊，有所作为。我们的身体呀、啊，哦，有所作为，好像呢，哦，这个石头跟沙子，哦，可穿可坏啊，可以破坏。那么佛性真我啊，就好像金刚哦，不可毁哦，毁坏，他没有办法去破坏它。以是义故啊，坏无因者。假如说呢，我们破坏五阴呢，就叫杀生啦、啊。哦，那个杀生啊，不是杀佛性。善男子，哦，必定当知，哦，佛法如是啊，不可思议。就是一定要知道，佛法就是这样，哦，不可思议啊，不能用呢头脑来思想，用嘴巴来论议。哦，善男子，方等经者啊。犹如甘露，亦如毒药。哦，这个方等经啊，就是哦大圣佛法。大圣佛法呢，叫做方等，哦方等经。那方等经呢，就好像甘露，但也好像是毒药了。哦，这个就哦有一点哦，这个讲下来，怎么两个差别那么大？哦，甘露啊，可以治百病。毒药呢可以害死人，就是两个哦，极端。那么迦叶哦就问哦释迦牟尼佛哦，如来何言说方等经啊，譬如甘露，亦如毒药哦，是什么因缘啊来讲哦？那个方等经呢，哦，好像甘露，也好像毒药哦。那佛就回答善男子。汝今亦知如来哦密藏真实义部哦，说你现在要知道哦如来秘密的宝藏哦真实的义理哦，要不要哦？那迦叶白佛言：我今实亦得知如来哦秘密宝藏之义呀、啊、哦，那个如来密藏哦那个义理。那么尔时世尊呢，尔说偈言：后有福甘露啊，伤命而早夭。哦，吃甘露迄个治百病，吃落去尔活啊，吓吼命煞无去啦，遐早早就死。哦，后福甘露啊，寿命啊得长存。哦，就两边啦。哦，我吃落死翘翘。哦，有的吃落哦，等下修。哦，或有服毒身呐、啊，哦，有言服毒时，讲有的安尼食毒哦，哦，啊，得安尼哦，得到性命。
啊，有的吼、哦，有因缘吼，食的东西翘翘，哎，所以又是两边啦、啊。整个吼、哦，我讲出来的都是两边。无碍智啊，甘露哦，所谓啊大圣典哦，没有哦妨碍的智慧啊，那个就好像甘露哦。那所谓啊大圣哦佛典哦，如是大圣典呐、啊。哦，一名呢杂毒药，哦，也叫做呢，哦，杂毒药，如哦这个苏提壶等啊，哦，给予之食蜜，哦，那个食蜜啊，就是甘蔗啦，甘蔗，甘蔗跟那石头顶个壳啊，吃了个足甜的，所以哦，它叫做食蜜，哦，那这个苏提壶啊。就是牛奶五味啦，哦，第一味牛奶，第二味呢，哦，乳肉，第三味啊，生酥，哦，第四味呢，熟酥，第五味呢，醍醐，哦，所以啊，哎，这个佛就讲，哦，大圣典呢，也好像是这样，胡消则为药，不消则为毒，哦，所以佛就讲。哦，你这个吃了以后啊，哎，能够消化，那这个就叫药了。那、啊、你吃了以后，都累积在体内啊，它变成毒了。哦，那我们哦，把它哦讲到，你听到大圣佛法，你去实际的做，那个就哦消了。啊，这个呢就叫药。啊，不消呢，则为毒。你听到吼，啊，拢无爱做啦，吼、哦，无爱做的时阵，伊就无消化，积伫个体内，吼、哦，病毒，知道意思吗？哦，所以哦，佛哦鼓励啊，人家呢，哦，就是啊，知啊则行，知影道理吼，都爱去做。那么方等啊，亦如是，哦，智则为甘露。哦，这个大圣经典呐、啊，马西安呢，哦，也是这个样子。哦，有智慧呢，哎，它就变成甘露。哦，愚不知佛性，他那功哦，拢唔知佛性，胡知啊则成毒。哦，就是啊，不了解佛性的人，然后你接受啊，哦，大圣哦经典，哦，就变成啊毒药，就害你啦。哦，只会跟人家辩论，哦，不是说真是要修啦，不了解，哦，这样了解意思吗？嘿，卖讲哦，胡乃龙公安呢，哦，讲的哦，哎，让人会产生恐怖。声闻及缘觉呀、啊，哦，大圣呢为甘露，犹如智慧中呢，哦，如醉哦为第一。如是啊，哦，勤尽者啊，哦，一因以大圣，哦，这个声闻缘觉，哦，声闻啊，就是啊，听到声音以后，按照声音去做，然后缘觉啊，哦，就是十二因缘，哦，从十二因缘的道理呀、啊，哦，去修持，哎啊，这个呢，就等于是哦，在持，哦，持己的阶段。哦，声闻缘觉啊，初级的阶段，然后大圣呢，就变成他们的甘露。哦，好像呢，滋味之中就讲哦，牛奶的五味了。那牛奶就是第一哦，如醉为第一。那么如是哦，殷勤啊，能够精进啊，哦，就依因于大圣哦，得智啊于涅槃哦。因为啊有这个大圣哦佛法，所以可以啊哦一直啊修到涅槃，成人中相王，哎，这个人中相王哦就是佛啦，可以成佛哦。我们人啊都小小的，它变成相啊那么大哦，就人中相王。那么众生知佛性啊，犹如哦家。哦，这个迦叶等无上呢甘露哦，甘露味不生呢亦不死，哎，所以啊，我们了解说，
哦，这个阶段都还众生只要知道佛性，哦，就很了不起了，哦，不像我们又进入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那又更哦啊高一层。那假设汝当今啊善分别三归，哦，这个哦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僧，哦，这个三归。可以了解吗？三归啊，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僧。归到哪里啊？哦，归于佛就是我们的佛性啊，归于法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归于僧哦，就是我们的实践，实在的去做了。哎呀，所以三归哦，都归到身上，归哦。归到我们身上来，如是啊，三归性啊，哦，则是我之性，哦，这个三归啊，哦，全部都是我的性，哦，若能地观察，哦，就是详细仔细的来观察，我性呢有佛性，哦，我这个性分里面啊，就有佛性，当知如是人啊。得入秘密藏，哦，就得入秘密的宝藏，哦，知我及我所，世人啊，哦，已出世，哦，知道我以及我所，哦，知道我啊，哎，各位浅显哦，我就是能啦，啊，我所哦，就是，哦，就是所哦，能所已经知道能所。那么世人呢，已经啊出世，哦，佛法三宝性啊，无上第一尊，哦，这个佛法身呢，那个三宝全部呢都在我们的身上，哦，这个无上，无上就是没有比他更高，他已经呢就是最高了，哦，无上的第一尊，哦，第一珍贵的，哦，如我所说记啊。其性亦如是，哦，我们佛性的义理啊，哎，就是这样。那么于佛性中呢，哦，即有法身，在我们的佛性之中啊，哦，就有法，就有身，哦，佛法身，佛呢，佛性本体，法呢，我们佛性的智慧，哦，身呢，我们佛性的。哦，实践，哦，的动力，我们实际去做，哎，那个叫生，威化众生呢，故啊，分别说三宝意象，哦，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才分别哦来讲佛法身，哦，那个三宝哦的意象，哦，就是啊，哎，不同的形象。若欲随顺啊世间法则，哦，则应分别有三归一，哦，我们随顺哦世间法，哦，随顺世间所说的，哦，就有三归一，归佛、归法、归僧。若有分别哦三归一者，我当哦为作一归一处，哦。就是呢，我们要了解呀、啊，就是我们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呀、啊，哦，就是一归一的地方所在，哦，无三差别，哦，没有这个哦三的差别。一生哦盲众啊，哦为作眼目，哎，就是啊，在众生啊，哎都哦。这个眼睛啊看不到了，哦，生盲，哦，生盲的众生啊，哦，为作眼目，哎，就是了解到哦，我们那个哦佛法身佛性本体呀、啊，哎，就哦为呢那个不知道的众生呢，哦，作眼目，哎，就是引导他们，哦，互当为之声闻缘觉呀、啊，作真归处，哦。就是哦，让这些哦小圣的哈、哦，又能够啊哦归到这个
上升，冷气啊太冷了、哦、我整个喉咙都是被那个气哦受掉了呀。我吃一点哦红椒。所以有身体哦，还是有毛病啊。哎，佛心最好，佛心都没有。因何三世呢？哈，与我一体。善男子，我是三世啊，哦，即是涅槃。如来者、哦、名无上师、哦、譬如人生、啊、头为最上、哦、为首主。所以这个佛呢就解说、哦、三世、啊哦、就是涅槃、哦、如来名呢叫无上师、哦、譬如人生、啊哦、我们人的身体头、啊哦、最上、哦、不是首主。那么佛亦如是、哦、最为尊上、哦、非法生也、哦、佛又把这个、哦哦、分别说、哦、说佛就是头不是乃首主、哦、那为、哦、欲化度、啊哦、知众这个知世间故、啊、种种视线差别之相，是故如今呢不用哦、不应受持如还疑人所知三规差别之相、哦、如一大圣、啊哦、威猛决断硬如钢刀、哦、所以佛就讲说为什么要、哦、分别、啊、这个三世、哦、佛法身，因为、啊、随顺我们这个世间法、哦、才要这样。那如来、哦、密藏有佛性故，其有先说、啊、是经典者皆言身中、啊、尽有佛性，如是之人、哦、则不眼求、啊、三归一处，我身即当成就三宝、哦、故应当呢、哦、正学、哦、大圣经典。所以、啊哦、如来秘密的宝藏、哦、就是佛性、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其有先说、啊哦、是经典者，就是先说呢、哦、那个如来秘密宝藏、哦、皆言呢我们的身中呢尽有佛性、哦、没有形象。那么如是之人呢就、哦、不必眼求、啊、三归一处、哦、归佛归法归神，就不用再一求，就已经知道、啊哦、归入、啊哦、那个如来藏。那佛言、哦、善哉善哉，如已成就、啊哦、身利智慧，我今呢更当善为如说、哦、入如来藏、哦、进入如来宝藏，若我、哦、住者、啊、即是常华、哦、不离于苦，若无我者、啊、修行禅行、哦、静行、啊、无所利益，肉眼之法皆无有我、哦、是即断见，肉眼我住、啊哦、即是常见，肉眼一切行、哦、无常者即是断见、哦、知行常者复是常见，肉眼苦者、哦、即是断见，肉眼乐者、啊哦、复是常见，修一切法常者、哦、堕于断见，修一切法断者、啊、堕于常见。所以佛说这段话呢、哦、真是微细、啊哦、住相离相皆是两边，而中道、啊哦、那么微妙、哦、这个住相离相、啊
哦，全部都是两边呐、啊，哦，很不容易。所以修道呢，哦，很高的时候啊，它都很微细。哦，如不屈从，要因前脚得以后住。哦，那个不屈从啊，哦，是一家，然后呢，哦，头前能去春水了后，后边能卡修得来哈、哦，哎，要因前主啊，然后以后主，知道意思吗？知不知道？不屈从，哦，就是讲头前哦，两脚吼先春雨对不？后脚两脚再个拖来安尼哦，啊，这个吼，怎么后脚个劲咧？头前再个春出来，安尼会样咧？知道吗？就是讲袂当讲四脚做一改行啦，都要两脚两脚吼，哎，要因前脚得以后足。修长断者啊，亦复如是。哦，这个啊，长见断见，哦，也是这个样子。要因断长，哦，要因为断，因为长，断见长见，哦，以是义故啊，哦，就是这一种义理。修疑华苦者啊，皆名不善；修疑华乐者啊，则名为善、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佛呢、哦、讲经说法都非常的、哦、详细。疑惑、哦、修疑惑无我者、啊哦、是知烦恼分、哦、修剩下的法没有我烦恼。修疑惑常者、啊哦、是则名曰如来密藏哦，如来秘密的宝藏。那么所谓涅槃哦，无有枯宅哦，这个涅槃呐、啊，它没有住的地方所在哦。修于无常华者，即是财物哦。修于常华者，为佛法身，即正解脱哦。所以这个无常法以及呀、啊，哦，常法也都是两边。那么当自如是佛法中道，远离两边而说真法，哦，就是啊，佛法中道，哦，远离两边，然后说呢真法，哦，有无之法体性啊不定，哦，有跟无啊，哦，它没有固定。哦，譬如四大，其性不同，各自违反。哦，良医善之啊，随其偏花而消息之。哎，像我们的身体啊，所有风土啊，都要改调和啦。哦，未使伤多，佫未使无够。哦，啊，调和身体就健康啦。哦，啊，那无调和就破病。哎，啊，所以哦。哦，那偏哦偏多了，或是偏少了，哦花旱的，哦或是花冷的，而消息之啊，哎就是要哦去呀、啊、了解到它的哦这个变化。那么如来意耳哦，如来也是这样，一知众生啊，犹如良医哦，知烦恼啊，哦体相差别。而未初断、哦、知道烦恼的体相、哦、都不一样，然后初断、啊、我们的烦恼，开示如来、哦、秘密之藏、哦、开示如来秘密的宝藏，清净佛性、啊、常住不变、哦、若言有者、啊哦、自然不应然，若言无者、啊、即是妄语。所以这个、哦很有意思啦、哦、我们的清净佛性、啊、它常住它都不变、哦、不会变的话没有生也没有灭、啊、若言有者、啊、假如说、哦、有啦，有这个清净佛性的常住不变、哦、那智、啊哦、智慧的人、啊、不应染、哦、就是不应该呢、哦、有、哦、这个染污了、哦、不要把清净佛性染污了哦、不要呢这个常是不变的、啊哦、让它呢、哦、有所变化。
那肉眼无者啊，哦，假如说讲没有清净佛性，没有常住不变，那即是妄语，哦，你就讲哦不真实的话。那么肉眼有者啊，不应默然，哦，假如说有清净佛性，哦，常住不变，哦，有，那你不应该呢，哦，静默，哦，应该呢要跟大家讲，哦，义父啊不应细论争讼，哎，不应该呢，哦，跟呢啊不了解透彻的人呐，啊，哦，去争讼，但求了知啊，知法真性，哎，就是要哦了知，哦，透彻的知道知法所有万法的哦真性。凡夫之人啊，细论争讼，不解如来啊，哦，微密常故，哦，就是我们凡夫啊，很喜欢呢争论，哦，啊，都呢没有意义啦，哦，不了解如来那个微密啊，哦，宝藏。若说以苦啊，以人辨为啊，生是无常；说一切苦啊，哦，互不能知生有乐性。有智之人应当分别，哦，不应纪念啊，一切无常，哦，所以啊，有智慧的人，哦，应当要分别，哦，不应该呢一直在讲，哦，一切无常。何以故？我身啊，即有佛性种子，哦，我们的身体啊都有佛性种子。若说无我，凡夫当为啊，一切佛法哦，悉无有我。哎，这个说无我的时候啊，哎，我们凡人哎就讲一切佛法都没有我。那么智者应当分别，无我假名不实，如是之矣啊，不应生疑呀，啊，哎，这个哦，我们有智慧就应该要分别哦。这个无我，哦，没有我这个我啊，哦，它假名不实在哦，因为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哎啊，无我，哎，无我是身体哦，身体呀，啊，是天地的物质啊，知道了以后啊，哦，就不应该再哦生出怀疑。肉眼如来，哦，秘密宝藏啊，空寂，凡夫闻之啊，生断灭见，哦，供如来秘密宝藏，哦，拢空的，拢无半项，啊，凡夫若听到哦，啊，安尼唔免修啊，哦，有智之人应当分别，哦，如来是常，无有变异，哦，有地府的人，哦，听到的应该爱怎样？哦，那呢如来秘密宝藏，哦，那个呢佛性本体呀，啊，虽然没有形象，可是啊它常在，哦，如如不动，它不会变化，哦，这个呢就是我们有智慧的人应该要知道。肉眼解脱，哦，譬如幻化，哎，解脱呢好像幻化。那么凡夫呢当为啊，哦，得真解脱即是魔灭，哦，那边真解脱都死了，死就解脱了，哎，所以我们凡尘，哦，哎，都充塞出一种论调，哦，你那边解脱了，他，啊，都死就解脱了，有没有？我们都这样说，哦，说那边解脱了，死就解脱。那么有智之人，啊，应当分别，哦，人中失职啊，虽有气来常住无变，哦，人中失职，咱人来得塞，哦，都，就是混啦，哦，就是他会狮子佛，可以啊讲出真理，哦，把真理啊说给众生知道，哦，解脱不是魔灭啦，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解脱，哦，是我们自己呀，啊，哦，不造业。咱哪会咧受苦，就是咱正业啦。咱正业吼，啊，咱才会受苦。啊，咱业那卖正吼，都解脱啦。吼，无迄个原因，互咱受苦啦。安尼知无？无难。
肉眼、无明、因缘之行，凡夫之人闻以分别、生恶华想、名以无名、所以啊，那功、无名这个因缘，无名跟因缘两个、然后合起来以后就有很多的、行为出现、那凡夫呢听到以后啊，就分别生、两个华，一个就是名，一个就是无名。那智者了达、智慧的人、透彻知道其性无二、名跟无名的性、就是一无二之性呢，即是实性、这个文字、我们最常看到有没有、所以、名跟无名、其性无二，名的性、跟无名的性、它是同样的都是实实在在，被文字打败了啦、有没有？我们都被文字、打败，拢伫这个文字内底，明的明，无名的无名，我们把它都很固定化，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像我们众生啊，我们众生无名。众生无名就是不觉、我们不觉、是很时常，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众生的、不觉从哪里来？我们众生的不觉、从觉来、众生的觉是不是佛性？那我们、众生的不觉、是不是佛性？对不对？所以哦，觉与不觉，全部都是实性，都是实实在在我们的真心佛性。这样有了解吗？老师说生病以后讲的会比较细，会比较详细呀、详细听到有啊，对不？对，所以从分析、我们了解，所以我们不觉，为什么不觉？从佛性的觉生花、不觉，不知不觉、这个不觉它的来源还是佛性、所以不管是觉不管是不觉都是佛性、佛性叫实性，实实在在的、佛性、所以叫实性、这个叫智者了达、其性无二、觉、跟不觉，名跟无名、其性无二。肉眼之行因缘事者，凡夫为二，行之以事，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赶快来啦、那哪呢一窍通啊，就窍窍通，有没有？上面了解了，底下嘛了解啊，对吧？有没有？所以啊，这个凡夫功，有这个行跟有事，那智者了达，其性，行的性，事的性啊，无二，然后无二之性啊，就是实性。就是啊，实实在在的那肉眼十善十恶，可做不可做，善道恶道，白华黑华，凡夫为恶智者了达，其性无恶，无恶之性啊，即是实性这个又我们呢这个讲六祖跟那个六祖跟谁在讲话？没记了，你都在讲呢。神会啦，看神会在对话嘛所以这个就从那个神话对那个六祖跟神会对话延伸下来十善十恶
哦，就两边对待了。啊，可做不可做也是两边对待了。哦，善道、恶道、白法、黑法也都是两边对待。那我们哦，回归到哦，哎，那个行十善是谁？佛性。行十恶是谁？佛性。是不是已经哦，我们两边没有了，走入中道。哦啊，这样我们再来看哦，三道、二道、白法、黑法，是不是都一样？哎，我们两边不要了，我们回归到中间的佛性本体，是不是就是一？哎啊，一就是佛性本体，哦，就是实性。那么若言应修一切法，哦，苦凡夫啊，为恶。那么智者了达，哦，其性啊无恶，哦，这个应修一切法，哦，跟呢受苦啊，哎，我们哦凡夫受两个两边。可是啊，我们修一切法也是佛性，受苦也是佛性，哦啊，所以啊，哎，就是啊实性，哦，就是中道。若言一切行无常者，如来秘密宝藏，哦，亦是无常，哦，凡夫为恶，智者了达，其性无恶，哦，无恶之性啊，即是实性。所以哦，我们一窍通都窍窍通都了解了，哦，所以一切行无常，哦，如来秘密的宝藏也是无常，哦，啊的必中，哎，全部都是佛性在对待，啊，所以佛性里面没有。哦，没有常，没有无常，哦，所以都是中道。若言哦，一切法无我，如来哦，秘密宝藏啊，亦无有我。哦，啊，这个呢，哦，都一样。哦，面对的都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呀，就是实性。那么我亦无我，哦，性无有二。我跟无我啊，它的性哦没有两个啦，就是一个。那么如来哦秘密的宝藏哦，其义啊如是哦，它的义理呀，啊，就是这样哦，这个叫如来秘密的宝藏。所以我们凡尘一直在争执啊，哦，有我无我，哇，那真个不是哦，如来公哦，这就是如来秘密宝藏啦。哦，来的义理。当我们啊了解了以后啊，我们会想，嗯，啊怎么这样？我们都不用争了，哦，再怎么争都是多余的，哦，拢给了，哦，所以啊，不可称计啊，无量无边啊，哦，知佛所赞，哦，所有的佛呢，哦，所称赞。那我今啊，于是一切功德成就，哦，经中呢，哦，皆悉说矣。我以无我啊，性相无二。哎，所以啊，我们在这边哦，更了解哦一点，或许呢再讲。说呢，哦，这个我们的四念处啊，哦，第一个就是哦，观身性相犹如虚空。那我们哦，大经就很多会说，哦，性啊，犹如虚空，很能够体会。可是啊，我们的身为什么还跟虚空一样呢？哦，就很怀疑啊。那佛是以真理的角度来说，说我们的哦身呐，啊，我们的身体哦，各位浅显。我们哦都是新陈代谢啦，我们身体哦没有一个固定的哦，咱的身躯无一个固定的所在，哦，卡苏阿公哦，咱的血生出来哦，甲血用甲哦淘汰120天啦，所以你的新的血生出来，到它用到被淘汰。120天，你不用哦去哦这个去努力去有为啦，它自然的哦都这个现象。
那我们呢、啊、所有的细胞也是一样，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啊，正常身体健康啊。那假如说新陈代谢我们哦不正常，便会生病啊。所以我们了解佛他讲没有一个固定的哦这个我啦，所以这个我身体的我还是跟虚空一样哦，没有两样啦，是一样的，它时时啊都在变化。哎啊，所以我们哦哦知道说哦，佛以真理的角度来说，观呢我们的哦性，观我们的身，观身性相哦，形象身的形象哦，我们性的本体，全部呢哦都跟虚空一样假的哦，它一直啊。哦，在新陈代谢。哦，假如说我们身体啊没有新陈代谢，小孩子不会长大，我们大了哦不会老，老了不会死，他都会啊。哦，小孩子会长大，我们大了会老，老了会死，那个就是啊，整个都是新陈代谢。啊，所以整个啊都跟虚空哦一样，哦没有两样。那我们哦，能够观身性相犹如虚空，我们一点点执着，一点点烦恼都没有，没有了啦。啊，都拢甲虚空同款啦。哦，爱执着啊免，爱啊免，爱烦恼啊免，哎，拢唔免啦啦。所以咱若为真理行入面吼，唔免烦恼。很欢喜的过日啦，哦，啊，那那种在众生的境界里底，众生的知见里面啦，哦，烦恼真多，计较啊真多啦，啊，拢无路用呢，哦，你跟人烦恼吼，啊，跟人计较，啊，拢无路用，拢假啦，嘿，拢假咧，哦，啊，所以咱研究心理循环，知影讲唔免烦恼，唔免计较。你看春风没古月都春风啊，对不哦，都哦好过你啦，真好过你。还有十几分钟哦，我们留给哦前贤问问题。好，请说。老师这边有些请问说，求道时所立的十条大愿的真正意思，可以请刘讲师讲解一下吗？哦，可以啊。我们呢要了解到说，我们哦求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可以啊哦得到？真正的哦那个重要的关键啊。就在我们哦，佛前立十条大愿，不是我们哦那个小的功德会了，不是，是这个十条大愿哦，所以这个十条大愿啊哦，就是我们哦求道的关键，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它很重要，啊，我们呢哦就是要按照啊这十条大愿哦。来哦，这个遵行哦，实实在在的哦去做，而且他又哦不很苛刻啦，就是很哦顺着这个道哦，这个正道来行。哎，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我们求道者一定呢要对哦这个十条大愿呐、啊、哦，就是要认识哦，要知道哦，知道有这个十条大愿。要呢能够时时都记得哦，它很哦重要哦。我们之所以得到，就是因为我们立这十条大愿哦啊才得到哦。那我们一般以为说啊，我都有高功德福呀，都以为说哦有那个钱哦，那个钱哦，我们要了解到，因为哦那个观圣帝君呐、啊，他就哦讲我们。啊，凡尘的众生啊，
善财难舍，哦，就是要自己玩的钱哦，你再多你都不会吝啬。可是要哦帮助人的哦那个钱呢、啊，你就哦拿不出来，善财难舍啦，哦，就是行善的钱啊很难去做。啊，所以啊，哦，观圣帝君说。假如说你功德会拿不出来，各位浅显要知道、哦、我们不能替人家缴功德会、哦、一定要求道人本身缴，因为那个是考验他有没有资格、哦、来求道、啊、所以要他本身、哦、出钱、哦、那我们又把他出的钱写进表文、啊哦、就是表示他善财还肯、哦能够拿得出来、哦、那个是功德会这方面、哦啊、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到重点呢、哦、就在于你立了这个食疗大愿才、哦、受记、哦、才点到、哎啊、那个缴、哦、功德会是写入表文、啊哎啊、不然、哦、比如没给你写都不行、哦、所以我们了解说有这个过程我们那个都很慎重、哦、就是哦，行动这个代志，那我们呢？哦，开始啊，哦、就这个银宝师啊，哈、哦，哎，就也哦担保我们啊，哈、哦，然后我们就自己本身啊，哦，跪在佛前，然后就立哦十条大愿，哎，各位都还记得吗？十条大愿，哦，一定要哈、哦、能够记得，因为我们先记得哦纲要，然后去做哦。第一条是什么？啊、哦，对，所以、哦、我们了解到、哦、最重要、哦、你得到以后，你要诚心，你要诚心报守这个道，就像颜回一样、哦，要非常诚心，哦、像天地之间、哦，天地之间表现在凡尘、啊哦、就是尘。诚则天之道，天假如说不诚啊，我们万物不生、哦、天不诚啊，我们没有万物，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啊，天地也很诚，然后我们啊，学着天地的诚、哦、然后诚心来报守这个道、哦、我们要知道这个道啊，非常的、哦、珍贵、哦啊、也看我们对道的、哦、那个用心，你看颜回、哦、他呢肌肉像、哦、当时表演、哦、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他的快乐、啊、从哪里来，就是得到，就是、啊、孔老夫子、哦哎、已经、啊哦、就是有受记点到、啊、他得到以后前前无因终身无失，啊、他因为得了道、哦、他重视的程度、啊欸、就超越现实生活了、哦、吃坏都没关系，大坏也没关系、哦、跟我们现在呢可以说呢整个观念、啊哦、都不一样、哦啊、因为、哦、他的那个生活背景、啊、吃坏、哦、又大不好，所以三十二岁、啊欸、就已经、哦哦，归空了、啊、各位就可以了解到，就因为他对道的、哦、那个重视，到现在、哦、你看经过多久、哦、两三千年了，对不对？我们的祖先、哦、那沙呆什么名字不知道，你看颜回、哦、跟我们非亲非故、啊、我们认识他，对不对？因为他值得效法，效法就是他、哦、诚心报守，就是、啊哦、把这个道、哦、非常宝贵的都能够保守住，所以我们、哦、就要了解到说我们、哦、之所以、哦、可以那么容易、啊、就得到了，就是因为我们立了这个愿要诚心来报守哦、所以自己、啊、一定呢、哦、要实际的做、哎、这样、啊哎、不是说从嘴巴讲、
而是从心的内心深处啊，去实际的诚心报受，然后啊，接着啊，因为我们诚心来报受这个道，我们就呢会了解说，以往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过错，啊，所以啊，我们就实在的实心来忏悔，然后啊我们坤道实心修炼，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说，你真正的诚心报守以后，你就会了解到说，以往非常多的，可以说呢，都不重视啊，完成的那个伦理，一些伦常啊，都不注重，所以啊，我们就这个实在的来忏悔，因为把那个忏己前愆啊，悔其祸过，只要你有忏悔了那以往的做过的错事啊，不再做往后呢都是新生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生，所以接着呢，从诚心报守以后啊，就实心忏悔，然后接着底下说如有虚心假意，这个虚心假意在我们现实社会来讲，非常容易呈现的，就是你的心应对的跟实际心里面想的完全都不一样，现在是等于是很普遍的现象，可是啊，我们就是佛前然后啊真正的这样来这个了解到说，如有虚心假意确实啊哪有然后啊接着退缩不前就是这个道这么好，我求了以后我退缩不往前不精进这样就已经呢违反我们跪在佛前立的愿，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自己本身啊就是要去记得我们立了十条大愿，只要我们都记得，我们真正的修道修起来都会有这个成效，所以啊接着又下来如有虚心假意对说不前，然后欺师灭祖然后啊这个藐视前人不真佛规然后啊泄露天机，然后逆道不现不量力而为者这个坤道呢不这个实心修炼者这个坤道前道有所不同，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佛前的承诺，就是啊要真正的按照这样来讲，那个这个泄露天机的部分啊，各位就是要了解，就是我们得了三宝那个仪式啊，就是不要在没有求道人的面前啊去说了，不是说我们在讲性理心法里面就是有很多那个是时宜啊，我们以往都没有说没有听的一些事像我们霍老师啊说或许都泄露天机，这个跟那个我们立的十条大愿的泄露天机不一样了完全都不同所以之前啊我们没有研究性理心法，也没有讲我们霍老师也没有讲，我只有负责万八万八以后各位都要各自承担啊，有没有？我们性理心法没有研究，老师没有说这个话，我们性理心法研究以后老师才说，所以啊表示说我们在研究已经超越我们佛老师万八逍遥的保证，我们都已经超越了超越整个研会甚至都跟蓝吉老先锋那个
七个哦天地的混沌啊，哦就是缘会啊，我们都已经哦，都已经到达那个状态，所以那个是要我们回归到我们本位，我们都是佛，那我们要回到佛的本位。那假如说我们佛老师保证我们万八逍遥，我们有没有回到本位？没有，只有万八哦。万八以后，我们还要再哦，再下来各自承担各自的因果，有没有？哎，是那样的哦。可是我们现在研究心理心法，已经超越，把我们首要回归到我们原来哦，还没有落入凡尘之前的状态，我们去找回来，我们回到那个状态。啊，所以这个呢，哦，才是殊胜，哦，这个啊，才是我们哦真的要追求的，哦，这个再怎么样的哦那个劳苦啊，一世修一世成，往后啊逍遥自在，哦何等哦这个快乐不为啊，哦这个真的坦得了，真的从没有哦，我们看看我们整个凡尘啊，从没有人说了。哎，无人咧讲个安尼，哎，那或许真的哦，拼老命，已经警告两次哦，都给我背袂起来，我阁真好胆，阁敢讲，下个。